伊甲一百台呢，伊可能知影着这个合约是假，无人会认定。伊一百台呢，就是把这个合约提掉。秀出曾经出现的选举公报内容，民进党高雄市立委候选人许志杰阵营聚焦对手学历有问号。用欺骗当选议员，是不是当议员的薪水都应该还给国家？所以呢，如果他不还的话，我们就把他定义为薪水小偷。他没有这一个假学历，如何去读一所大学 BNBA？这个假学历去掉，他是在高中毕业。目标指向中义仲105年立委选战和107年议员选战曾经出现过的美国北维吉尼亚大学学历，在近年来的选举公报上不见了。猛攻中义仲，而被质疑的主角透过粉专影片先澄清其他问题。我们错了就错了，该被打的时候我必胜站好，打完就改进检讨。至于对手很关心我名下山坡地。我再说一次，那个是从祖父那里继承来的财产申报，那是登记错误。对于所有的质疑，我都不逃避。中义仲隔空强调，面对质疑不回避。绿营召开记者会，蓝营也出招。凤山区呢，是我们在高雄市客家人最多的地方，而也希望呢，我们客家呢乡亲勇敢站出来。来自旗美地区议员带着美农乡亲现身凤山中义仲看板前帮忙加油，议题攻防之外，各自找支持者喊话顾票。三立新闻徐世庭、罗安静、王玉文高雄报道。